因为其实他这个照理来讲，一般人他可能只是做设计他的一个外观嘛，那他因为这牵扯到一些动觉的概念，所以他必须在工业设计各方面他要做一个整合，所以在很多艺术面的时候的一个整合的一个作品，有一点像绿漆灰啊，是不是？是，是那个概念吗？对，那个概念。然后这是用 3D 列印去设计的，好程式去弄的。